今天节目组要负你们的任务。我们今天是要，我已经帮你们联络好了。我想回家，有保险吧？今天。哈哈哈。怎样？今天来了，风伯嘞？ 对啊，那为什么他可以叫我们来这边集合？那我们就是要带你们出去玩，带我们出去玩。那你选一个好天气的时候吧。不是，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天气以外，也要告诉我们去哪里玩吧。<笑>我现在觉得很不妙。有保险吧？今天<笑>应该有保险吧？对啦，台湾能去什么危险地方？还好。这样，但是。 我们今天想要各自跟各位聊一聊，有没有想要在 Action Together 上面做什么事情是想要跟节目组许愿的？跟大家一起做。不要搞一个单元是要靠近剧章了，没有录我。我最想要其实是跟他们一起去挑战一些我平常一个人不太敢去做的事情。极限运动我 OK 啊，他们可以的，我一定都可以啊。其实办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 下一个阶段的单元，这个单元叫做邀请单元。今天节目组要赋予你一个任务，你成为了我们第一次邀请单元的队长。走啊！为什么要穿这样？你可以穿这样。我刚刚是安全帽，我就觉得不对劲。哎，你说到重点了，今天就有一个任务要给你们。我看觉得很不妙啊！看节目组，如果你们都可以。 哎，我就你好好讲，顺利通过的话，就会得到冰棒。我才不要，谁要冰棒啊？你是要买就好了。哎，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换衣服。我们今天有一个挑战要给你们。所以是什么？哎，不告诉你。我想回家。 就这三位，我们今天是要考大型重机驾照，我已经帮你们联络好了。我也是考重型机车啊。大型重机驾照。我没有重机，我忘了重机驾照。我不管，好，我先跟你们讲，就是年满20岁，满了。然后待会报名完要带你们去体检，所以现在先交出你们的照片，小天使。 不然衣服给你干嘛用？那这些你们收集好多的资料啊。不用管了。来，好，来报名吧。来，坐。好，我们就预计是5月20号星期三中午12点半集合考试。哎，如果下雨还是照常要来。好。练习的时候不可以穿拖鞋跟凉鞋，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是打挡车。 会有危险，会受伤，会不舒服。你们的身份证名下不可以有违规，如果有违规，请先缴清，在考试前。好，所以说，请着装准备练习。开始，走。 OK。 这位王教官现在会为我们讲解一些注意事项。教官你好，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大型重机机车。那我们大型重机一定要有安全的护着护具，还有安全帽，以免你们会受伤。我们先教起车驾车，打开侧轿，上车，打开钥匙、电源、排空档、滑动。
这样就拿到驾照了。刚教练，刚教练，其实真的是蒙着听，然后蒙着学。我觉得很容易，就不小心扣32分，但是要70分才会过关。随便就很容易就是68分啊。那你觉得怎么样？Easy， 真的吗？ 对啊，你就等着看。可以了。好，放2档钩上来，3档，4档。其实我觉得骑车技术应该不难，但是打档。对啊。再有水路哎。哎，他现在是在哪一个步骤？第2个步骤。 我们大哥他刚摆头摆这么大，我觉得那个摆头有点降气。我再去看你怎么摆。现在多少？现在路人对，我觉得要快烧起来就可以了。你想去光明就这个就饱了。 放太快，这哦，前面走在前面，熄火了，熄火了。哎，这个挑战惩罚就是熄火之后在雨中想办法发动。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踩就会变成一，对，这样就会进一档。那我要变成2的时候，我手要放开吗？我骑的时候手放开，车就不会动，就是空档。你离合器压着就是空档，你对，因为我刚刚跟你说了嘛，齿轮跟齿轮已经分开了。哦，了解。可以不要，我跟你讲，这个是教练的，所以说，假设你真的要摔倒了，你就把它丢掉。 确保自己不要受伤就好。现在一档，我左手放声音到，这就走了。哎，我现在要去，我要去哪里？哎，不是，我现在要去。啊，我这样子可以骑，哎，然后我停下来的时候会熄火，是我要停的时候要空档。 讲讲心得，我们从大哥开始吧。开心，与其说你在分享，这是我的圆梦计划。没有啊，我一直都很想要骑重机了。然后以前我跟傅孟博在大学的时候就常常骑车，那时候还是白牌，一直梦想有一个红牌骑红牌的机会。今天算是蛮不错的，而且马上就上手，蛮好玩的。你呢？担心，崩溃计划。 不会啊，我刚刚看你还OK啊。你也已经崩溃，摩托车我自己蛮怕。就我之前出车，我就觉得，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出车，我整个飞出去，我非常去大概，我猜大概走1秒，我感觉到了我有18年的人生在我眼前跑过去。反正就撞到我的人很严重，然后他有一些些微残缺，所以我有点吓到。就是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崩溃。 都可能会崩溃。对，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最大的宗旨。体验这件事情，除了崩溃之外，带给我们的乐趣是什么？句号分享一下。开心，你是担心，那我是忧心好了。就是忧心忡忡。虽然说会骑机车，但是发现打档这件事情还是两码子事。而且我觉得真的考到之后骑上路，应该是蛮开心。我觉得会有一种成就跟满足。我猜。 你觉得杨梦琳有机会吗？他应该有机会，他没有很害怕的感觉。你要听那个？啊！啊！又倒了。你是想嘛？你现在如果在档位里的话，你踩刹车不按铃。
你可以再流血了。你看刚刚姚梦玲脚流血了，她毕竟就是还是一个男孩子，我相信每个男孩子都多多少少都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带来的乐趣。虽然说他一直在说很危险，怕受伤，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看。 刚刚破皮了，脚在流了一点血，但是他现在玩得很开心，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我们叫他擦药，他也不笑。他换挡哦，换挡是唯一的。然后就失败了，血白流了，血白流了。不会啦，差一而已。硬捷的不乱。俊浩今天要把那个换挡先。 学好再来试试看重机，对不对？目前是挡车，也有五个，有点害怕哎。不怕不怕，慢慢来，这边都有。太慢了。啊，好开心啊！哎，走单，还是降。 放在快了，放在快了。你要感受那个声音，好不好？我放太快了，我会这样。 怎么样？有什么心情？紧张，我想要先练一下。心脏扑通扑通的跳。我原本以为我应该不会紧张，现在就是觉得很紧张，而且考照日很多人，但是失败的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希望一次考过。梦玲，听说很早就来了，这么担心啊？对，重点是很早就来以外，我刚刚每次都喜欢。<笑>看来今天有点难度。